ops ready for you. I've gathered a list. 哦，艾美美。创建是的，你该不会想刷钱吧？来靠塞看看呢、啊，来靠塞个五场啊！我们塞到两点，你一个人玩啊，就只是那个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又没有要干嘛。Hey DJ, come on, yeah, yeah, yeah. 我装一下 Switch 哦，突然想玩那个阿尔宙斯。最近啊，突然想玩个阿尔宙斯。先把动身给拔掉。我觉得买数位版好像不错，卡片就没有那么多了。Alright, we're here. Take a look at the equipment and prepare accordingly before starting the investigation. I've also written some notes on the whiteboard. 等一下哦，是我继续回去刷裂空柱啊。哎，番茄。你有没有舔过 Switch 的卡带啊？听说很苦。老板，昨天呆鱼说想玩 Switch 的《魔物猎人》，可是我还是真的想要建议他是玩那个哎、欸，玩 PC 哎、欸。你都买数位的、欸、啊？你不会想要收集哦、喔？你没有收集的癖好吗？白银河，喂，有昨天的那个动的版权攻击，不只是声音，它连画面都版权。嗯，我真的很喜欢恶魔的原因是因为笔记啊，那个这三个，哎，语文啊，这个啦，我怎么喜欢啊？这个、啊、这三个啦，哎，不对耶，应该喜欢少林才对。好啦，今天换少林。原因是因为这几个都可以互动啊，就是鬼在跟你互动的时候才有我指纹，跟你互动的时候有笔记，跟你互动的时候有通灵盒，所以这其实是我这三个是我喜欢的啊。我昨天选恶魔，你有马里奥派对实力店不用？哦，你舔过、哦？欸、可是这样子一场不用一分钟60块，你看就好，一分钟60块，那一小时多少？6636，然后这样3600块、欸，其实前面没钱没关系啊，后面这样刷就好了、欸。对，十分钟就60块了，600块了。所以前面好像死掉，好像没有什么好难过的、欸。靠腰。嗯，我们猜到5点，不啦不啦，猜到整点。那、啊、怎么是八音盒？回家。填什么卡带啊？
怎么办？想猜赤鬼，不行，我们已经选骚灵了，就骚灵，骚灵无常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可恶！赤鬼啊，不是赤鬼，是那个赤鬼是显形。你魂，两次鬼魂事件呢、欸？哇！哎、欸，两点了，好，我们打开日麻吧。我刚刚飞去圣岛，刚好碰到50分的那个黄昏。哇，其实从上面看圣岛也很漂亮。雪莉安安。其实最棒的是那个啦，五芒星，就直接在旁边而已。哎，嗯？哎、欸，还有什么啊？等一下放哪里啊？番茄救我！我扫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、喔，怎么最后一场找不到了？等。红鬼阵，然后嘞，那种诅咒之物，哦，哔哩哔哩，对，我是看这一个的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嗯，等一下哦，学校露营地，哦，疯人院到了。我诅咒娃娃在这边。啊，好像塔罗牌欸。哇塞！运气不错，是有多不错啊？安安，好了好了，退出。来，我们玩血魂麻将。差点输掉欸。
哎，今天呆鱼是不是要上班呢、啊？今天谁可以跑？本日は天気がいいので、庭で稽古をつけよう。等下小鱼你是改这一只哦。天候のためにも、貴殿はもっと日を浴びた方が良いかと。太害羞了吧？吃点心喽。你乱选的哦，来吧。黑糖安安，哇，两只神兽出现了，一只鸟，一只鼠，很突兀。还有哪个 ID 是有动物的啊？棉被猫，还有什么？海鸟，火鼠。还有谁？呆鱼，还有什么？嗨，鲑鱼先晚安。我不行，这好想吃寿司哦。我本来是真的是想要今天去吃，可是我想说剪完片赶快冲去吃的时候已经下雨，下雨就想算了。之前有红酒，你说葡萄酒节哦，那个 Win 什么 Day 的？哦，白酒酒哦，有，白酒酒，你是真的今天要想去吃哦？想啊，很久没真的，我是真的很久没吃那个了、欸，很久没吃寿司了。是前几天拿到连胜之道，但不同时。看不到，两年了哦，那我比你好一点点哎。不对，今天礼拜五哦，我今天礼拜六哎。哦，那今天待遇还在，不是还在，还可以玩。分箱回转寿司。我姐刚问我说要吃什么，我说都可以啊，青菜姐啊，要先打这张的哎、欸，打错了，那来个一时一时的断幺九，我也要出去买一些备粮的，就是囤一些食物过冬，不然没有食物了。嗯，可是不能囤一些油炸饼干，比如乐事还是什么，不然囤下去又长痘痘。之前吃那个家庭包的乐事，我不是说要吃一个就长也是长三十颗痘痘。现在算很好买食物，连泡面都有。是啊。火鼠四张七锁，什么四张七锁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还知道。我想说，
你怎么会知道？然后说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想说不对啊，你们不在 DC 啊？谁 take 我？新鬼地图，哎、欸、有，我今天有看到，是说吸血鬼对不对？你找？我要回复这一篇，我其实刚刚开。你好鬼，对，你是说我很适合去打段位吗？我不要。你如果想看我呼吸急促，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嗯哼哼，哎，你难得会想例子哎。ドラ猫，ドラ猫，段位很轻松啊，不行啊！你光是看，你看我玩斗争特工，我就已经紧张到不行了。更何况我那时候打了几场的那个斗争的段位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快死了哎、欸，我紧张死了哎、欸。我那时候是各种对不准，那时候手就真的是抖，画面我都想真的是捶我的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跟团团那个时候一样，你血快点，还是你是说你好鬼？人家说鬼你好啊。给我一个账号。你只会打三码，可是我也，你看，光是打三码，我感觉就真的怎么说？因为三码那时候也玩过一次啊，真的，其实还蛮快进到。手牌就是做大牌嘛，那再来是，我好像也没资格讲啦，因为打修罗就很没有，我就都没在防守还是什么的啊，对不对？江安。我知道台才没有躺着。你就站着啊！教主，你不是说想玩线上游戏吗？对啊，可是最近怎么讲？我最近立即。那搞不好真的要玩只剩下五根你耶。那魔兽世界那时候好像有兴趣的就剩阿北吧。我那时候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有开台嘛，那时候开台的时候阿北有在聊天室跟我在那边聊天互动，因为那时候在玩宠物对战。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宠物对战的环节，然后没有干嘛，有没有出去打怪什么的，纯粹靠宠物对战在那边练等。魔力可能比较好，可是那局限于魔力啊。
魔兽月费可能有些人没有兴趣，魔力就免费。可是，也是现在魔力宝贝免费，而且没什么人的话，那到时候看竹子贤贤有没有回来玩。应该说看小玉有没有回来玩。而且我不会想要在练护士的，护士前面练起来真的好累哦。那时候每次都要出来的时候才那个治疗，刚才是玩传教士比较好哎。应该比之前好受吧？有啊，我姐之前没有，我姐最近在，因为我说我姐从那时候初心到现在都还在玩。然后那时候就看他登得很顺利啊，应该说登的时候他会显示说等待登录，然后倒数三人，然后马上就进去了。他现在和服和到已经没有人要玩了啊。你干嘛？而且我还有资金封印可以帮忙抓住。没有，现在卡的问题是我那个账号目前找不回了，不是也不找回来，它是账号我按那个忘记密码，然后它一直显示失败，不知道原因是什么。我给它超好的，这样全都是万字条子或那个吗？通知吗？你要离职了吗？688。嗯，为什么是冷的？为什么？馒头加蛋，会有一个馒头三个蛋。等一下，我跟关个麦，问一下这个馒头的来源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哇，真的来了哦！大馒头加蛋。纸牌好小哦，如果中个礼三就好了。安安，芝麻，你帮我试试看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因为我姐只有一大堆账号，就只有我的是找不回来的。重办，我才不要嘞！我可惜我电话没了。看我原子当不是啦，我姐就问我说要不要吃，就是吃东西，我说好，然后也没看他出去买，结果刚刚我另外家人拿那个早餐上来，拿了两根
一个是普通的热狗，一个应该只是热狗，然后一个馒头加蛋，但是有三颗馒头，三个蛋。永恒初心官方账号，账号要用账号，要账号电话。有啊，有电话啊，我电话还在啊。我不见得是那个啦，不见得是账号而已，我的电话在。只是不知道当时验证的时候是用什么东西。被盯上了。我附近买的都是那种婆婆妈妈的。因为我会骂看吗？我觉得还好。哦，这个牌更好哎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的999牌。我上次会骂柴鸟干，是我的999牌里面，我有两宝牌以上，所以我才干柴鸟。又来了，我觉得还好哎。今天得失心没那么重，是因为刚那个也只是双力。如果没有宝牌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不会难过。你啊，是你一向听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要想一下，我早点走，你就可以做国士无双了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又不是打什么段位之类的，没有梦想，我鄙视你。G， 我鄙视你，没梦想的人，没有睡死啊。干嘛等我一个早上？哇，好扯哦！他跟泡芙说，他们乱等人，好扯！你这局搞搞看，没用了，没用了，没用了！我觉得刚刚你国师机会很大，你这局没有救了。泡芙都说你比较爱我了，啊？哪有？那时候也是要看你玩什么游戏吧，玩一些你有兴趣的游戏，你才会在这边啊，没兴趣的游戏怎么可能会待在这边呢？对吧？他就是不听，那就是你不会讲话啊，或是你讲的话他根本就不想听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就只有这几个原因啊。我是对你有兴趣，所以才待在这边欸。可是你要想欸，那请问呆鱼为什么会在你的聊天室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想跟你玩魔物猎人，对不对？我很猛，哇，我的天，各种八点档。我目前距离一满九进厅，恭喜你差九张牌哦。不是，还是你听牌了，都打出东了，哎，好猛哦。你确定不是因为呆鱼 PC 不够力加上 Switch 半价吗？不是啊，我那时候跟他讲啊，我
时候他真的想跟我玩的话，可以买台电脑。而且讲真的，电脑比较好啊。哇，怪器啊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差一耶！天哪！哇哇！而且我要跟他讲说 ，Switch 有那个，他们说玩起来会卡卡、延迟、延迟的，去中医培养，不需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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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看。没了。蹦。但我好像忘记账号密码了，没事啊，他说过再办就好了，还有资金，那还可以帮我们抓宠物。对的，我感受的是，还敢看牌啊？给我好好玩啊，不要看牌啊！特洛伊安安，欸，我想说我怎么我的我想说我的西米怎么讲话了，我想说我的卡我怎么会说话了，很讲话怪怪的。嗯，那你不玩了、哦、那你不玩了、哦，卡维啦，那西米东卡维，嗯，点到画面了，怎么你的？你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那天西米跟我说你们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西米那一天就直接撇出，对啊，就跟我跟克洛伊完全没关系一样啊！你们一直觉得我们有关系，他直接这样讲哎、欸，跟你们真的没关系吗？干哦，嗯，心碎了。没有啊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我只是好奇这一点。如果有关系的话，我就少对你开玩笑啊。又根本没关系，那你故意那边说有？他们是约今天吃早餐，然后被拒绝的关系。我今天才发现，前提耶，好朋友啊，那有多好？哦，干喝饮料了，谢谢欧元爸爸。不是，你看像昨天你的雨伞，因为我昨天不是说我去忙，我就去忙了一下下嘛，然后回来之后就看到说什么，你看快把照片给我回收，他说给我回收、哦、他说把照片给我回收，你看大家在看你的手，那你就觉得无所谓，但是西明就觉得很在意。我想说普通朋友不会在意成这样子吧？西明怎么了啊？对不对？他昨天克洛伊在拍他的伞的时候拍到手，然后他是讲给我回收，可以吃很多饭，
不用搭飞机，你也可以来台湾啊，不用搭飞机耶。有，你可以来住台湾，不用搭飞机了。路过听到八卦，我天哪、啊，先把东打掉了。これだ。段位还有人，那为什么我们刚刚没有遇到？哦，好丑！去台湾不搭飞机是游泳过去吗？我可以去接你啊，我可以背着你，然后飞机我来搭就好。我会来点饮料，那等一下我喝个饮料。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感谢生母超级留言。天杯です。ラブリーピンク。リーチ。我每次都把他这个手看到不见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以为他没有手。好了，拉克洛伊来啦！好了，拉克洛伊。那现在上班吗？还是你今天……哎呦，你今天休息吗？可以给我一个信号吗？砰！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飞来飞去，今天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人飞来飞去，飞什么？我说今天有没有口人场？没有啦，好像可以耶，人那么少，啊不也人多了。我想说刚刚开之前四十几个人，先休息。那晚点要不要玩？可能开到五六点吧。不，没那么晚啦、啊、没那么晚，太累了。晚点还会再开。为什么今天可以休息？你好，被打飞的部分，玩鬼抓人吗？玩人抓鬼哦，克洛又没有买。哎呦啊，打掉了。你想要休息？休息什么？砰！哦，你是说休息上班哦？反映一下，欢迎给我你们店里面的电话，我要投诉你。抢一场你是说鬼抓人还是雀魂？这样我只会被骂。哎，那很好啊，他就休长放长假了、欸。干嘛哭？
怎么可能没有啊？天啊！你不是在电脑前玩不到潜水艇？哦，这样子哦。哎，屁啦！多好！有客人投诉过了啊，然后又怎样嘛？電杯です。克洛伊打麻将有人参加我啊，人家新手啊，你是在那边干什么？你就没新手过吗？我把你 ban 了。你知道在这一台你对克洛伊不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怎么可以对他无礼？下去，下去，冷静，冷静。番茄炒蛋，我也蛮喜欢吃的。他练门清的不会被猜到，不会啊，看他丢什么就知道了。我也会骂回去啊，我在帮你骂的啊，敢对我们克洛伊无礼，我们，对我们，我们小鱼的克洛伊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趁他赶快嘴他，他现在还不能讲话。我就说这位仁兄怪怪的嘛，你看一下，那天在玩运动的那个游戏，突然背对着我说教主给你看个东西，屁股对着我，还对着我，对着我大概有15-16秒以上吧，然后那时候在聊天室一直狂打，说我吓死了，救命啊！你直播的聊天室大头隐藏，那是语法吗？你不是叫我弄那个吗？你不是有贴那个给我吗？那我就用了啊。干！干！我火鼠上身哦，又是七条，七条是不是有毒啊？你莫名其妙吃到一只蚂蚁，没事啊，蛋白质。其实蚂蚁身上很干净哎，你知道吗？蚂蚁会把自己身上清干净，然后去培养那些细菌，然后细菌是拿来补充他们的养分。蚂蚁小知识。力气。你凭什么啊？刺嘛！哎呦！リーチ、スモ、イーペイコー。ハ、ジュン、トイトイ、ホンイツ、ドラサン。バイマン。リーチ、スモ、チンイツ。バイマン。
哦，真的好干哦，我要配水喝的。那、啊、怎么？等一下哦，怎么湿成这样？我在喝纯吃茶哦，小鱼。哎、欸，克罗有喝过纯吃茶？没的话，你来台湾，第一个带你去喝这个。但是这个不要常喝，它里面的含糖量太高了。我也刚看到什么三个一桶，我想哇靠，不会九连宝灯吧？啊，没有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你又在傻眼什么了？纯吃茶，我打一下哦。讲话不明显吗？没有那么不清楚吗？怎么来的？我现在是喝柠檬绿茶，蛮好喝的。嗯，就它有很多，有柠檬红茶、柠檬绿茶、红茶绿茶，还有什么？那个葡萄柚，干，啊喵喵，チーです。你找个代购试试看，我可以去。我如果有机会去台湾的话，去台湾的话，你有机会啊？我去香港或你来台湾，那我都带给你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他那时候只行李箱里面放的都是那个纯吃茶，然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喝完了，然后他就那边很难过。嗯。G です。来吧，来吧。哎、欸，没有死哦。砰。来吧。干嘛？怎么可以放过我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被羞辱了。一个星期一个行李箱。哎、欸，你那时候拖了几个行李箱？我记得你那时候也是拖蛮多的、欸，哎。可是搭飞机不是不能带留那个吗？液态的饮料还是什么的？哇、啊，真的很好喝啦！我那时候夏天都是一天喝了两罐以上。那个是蚂蚁。楽勝楽勝。就那时候，有在卖商品的时候嘛，都会去超商去寄商品，然后只要有去，我都会买一两罐，然后回家喝。我去台湾再买我买过我的伞，我去台湾要再买过我的伞，你再买一次伞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去挑一个一模一样的伞啊。货运吧，自带的话会要求喝光或者是倒掉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说他是怎么，你是怎么？我刚刚你他妈的你还回收信息，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敢在我面前回收信息，死罪！
啊，没有啦，就是你打错字或是还没打完就送出没关系啦。而且我刚刚以为你是打操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我是莫名其妙打出一个秒，我说太凶了吧，打一个操。没有啊，没有啦，你那个我知道你是不小心的啦啊，但是台规还是要遵守好吗？请看台规第九条。啊，那个已经有人犯了太多次了。已经多次到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呵呵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放弃好了。放弃你，放弃爱情，放弃了所有权利，连自己都知道这不容易。有人听过吗？郭书瑶的歌《放弃你》。那个伞是不是一开始就说是不是打开伞摔掉我？因为有一把伞会漏水。是，你回来了呢。啊，这边再新增一个新的台啊，我不然晚点去新的台规二之类的。有没有台规二？哎、欸，小鱼，你早上起来看到他们那边一大堆人在不知道发什么东西，你有没有吓到？什么那个鬼抓人房早上看到一大堆那个 GIF 的动漫的图。然后昨天最好笑的是那个谁，只要是那个谁有看过的啊，加藤优一有看过的图，他就会把里面的台词很经典的就很大声的念出来。然后最好笑的是他念出来那时候，像比如说假修叫做把我杀克鲁嘎，然后就是或者讲到他很喜欢的类似很婆的角色，他就很大声的那边，我就听了那个人，我好兴奋啊。我先记录到他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就是在贴动漫图。然后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有时候觉得他们 po 的图都有点久远？因为想说那边的年龄层其实都还是比我小，然后就贴我小时候在看的，就贴一贴到说教主你在贴什么、啊？这个真的没看过哎、欸。像他们那时候贴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个谁说什么好像大家都没看过的东西。リージ。つも。然后贴出来就说啊，万火筒之心啊。啊，不然就是，就是有些只要很老很老的那个我都猜得出，我都打得出来。可是就是有很多真的是没看过，而他们没看过啦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タンヤオ、ドラ、ドラ、マンガン、リーチ、チュン、シャー、トン、トイトイ、サンアンコウ、ホンイツ、ドラヨン。欸、对耶、サンアンコウ耶。数え役満。欸、对耶。嘆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我知道自摸四三克，我没有意识到，我在曾经在昨天，感谢生母，感谢好哎。我在曾经在昨天我们那个加藤优一事件，他就是真的是吼到很激动，你可以问克洛伊，怪人也可以作证嘛，克洛伊也可以作证，对吧，克洛伊？我叫太儿了吧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
啊，原来有吸管哦，白痴哦。哦，这边虽然我也是宣导说尽量不要用吸管啊，但是只要喝那种罐装饮料，好不好？罐装饮料呢，各位，请好好的用什么环保吸管啊，或是不要用嘴巴碰那个罐装饮料的，或是你可以倒在杯子里面，然后再来喝，因为罐装饮料的在处理过程中，其实有很多铁屑、灰尘啊，甚至可能老鼠爬过，你都不知道啊。毕竟运送的途中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不知道。因为之前看到太多，就是运送途中啊，就是他们那边有静电，那个塑胶膜有静电嘛，啊，静电都会接触到，然后可能罐头上面都会，不是罐头啊，瓶口上面都会有灰尘。啊，你拿卫生纸擦，或是喝之前用那个水洗一下会比较好。嗨，夏西。虽然很对不起海龟，但是直接喝其实也不好。哎、欸，几番就是确定一满啊？不，累积一满啊！对不起。哎，要三点了，要三点了，准备上线了。嗯，13哦。哎呦，你们，你看，这是刷屏，我喜欢。下次看到13出现，我就说，请问日麻几番以上累积一满，然后聊天室再刷一次13。所以我光遇海洋的客爆了，对啊，所以你看我也是啊，我们玩光遇在做爱心做慈善耶，多棒啊，玩游戏做慈善，哪个游戏可以这样子，光遇，谢谢。没有两倍一满，这个我知道啊，这个我就知道了。你那个翻飞也是打翻就有了，打翻。翻飞跟翻，看你们比较喜欢打哪个？懒得选字就是打第二个。13的二次方，那不止两倍了呢。想一下呢。我先挂在圣岛，等下回家。Run！ 来对决吧，我还没听卡，没事啊。我听了。为什么他不让我立直？天白，直接写意满的，没有翻那种我最喜欢哦。我也是。ハネマン。可惜有人场不会跳动画，对啊，那好可惜哦。好可惜哦。
啊，太习惯叹气了，不好意思。唉，剩下的牌不到十张不能理啊。好，谢谢。我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件事情。我想说，怎么有时候不能立？哦，修罗没有啦，对，没有动画。星空烈火，金火烈空，直接倒装星空烈火。我是不是每次都叫你星空烈火啊？我怎么突然对你的名字印象越来越深了？艾玛同学，星空烈火谁啊？他啦，可能他弟的名字吧。你有预感你真的要飞走了？为什么？你还没进吗？没你乱取的。哇！干！对不起。欸，你们会不会很讨厌？就是我时常就把干挂嘴上啊。这其实也不是真的要骂，就只是干那种感觉，而不是很凶的干这种。理解？不会哦，因为其实也知道这种东西挂嘴上也不是很好，但是有时候就真的是干，也不就不是刻意要去骂脏话，只是可能今天是观众场吗？是观众场，就是可能像跟不熟的那种，像安妮啊、无界啊，就是那上礼拜在上应该是上上礼拜了吧？上礼拜上礼拜玩抓鬼的那个啊，那尤其是安妮嘛，就很担心是说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语助词，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是个很凶或是满嘴脏话的。快三点了，我知道啊，我已经在圣岛 stand by 了。靠腰，对不起，好，我要讲了，我把闹钟按成那个了。那你们会不会，你们会不喜欢我抓鬼的时候骂脏话吗？不会啊，不用怕，很小，我的一发被断掉了。一八如果还在的话还有希望。语助词，对啊，就是讲这种的。你在我旁边干嘛？你在我旁边干嘛啊？番茄，我斥责你。其实也还好，我有时候也会狂讲脏话。哇，我好想听哦、喔。我比较喜欢的是你在玩鬼抓的时候你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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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走开走开。我是觉得昨天西敏最好笑了，还敢复活啊？你还敢复活啊？没有，他就骂脏话骂到我都会学了，我说小鱼啦。然后通常他骂完脏话都会蹲下，角色人物会蹲下。哦，飞了。リーチ、シャー、ドラ、双杀，也不是双杀。感谢封闭，感谢少云，感谢星火烈空吗？星火烈空，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番茄，我们回家。谁可以带吗？有人能带吗？我没办法跑图。
流星天翔，这里有变态谁啊？和一位朋友拥抱，番茄把手放下，番茄把你的手放下。哦呦，你很主动的哦。我想说看到和一位朋友拥抱啊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然后抬头你就出现了，哈哈，完蛋了，三个都在上班的，那算了，我晚点再跑好了啦。欸，佩佩救我出现了，佩佩救我，啊，你不在上班，佩佩救我。哇，准时吃番茄，没办法，佩佩救我，佩救我，我要坐过去了，佩佩救我。今天容许我做个断幺九，谢谢。我现在有点忙，不好意思。干嘛？不是我带吧？我来开台欸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下去。好了，番茄你带啦。番茄 ，Go Go， 番茄。哇，小鱼加油！唉，不然就你来了。完了，不行。Leech， 不用看，反正很无聊言论，没事啊。我有跟他打过招呼啊，打完招呼送他走，我很棒吧？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怎么开那么久了？哇！所以刚刚马同学来跟你打招呼，你没看到？哇，好扯哦！我刚才是跟马同学打招呼，但是他没看到，哇，好难过、哦。嗯。七。哦，还有两根热狗要吃，还有两根很热的老鹰要吃，一个，两个，哎，不是哎、欸，这不是热狗哎、欸。
哇，你很敢呢、欸！リーチ一発ツモイペコ。タンヤオドラドラニ。会员会吃广告啊？是那个啦，退局的，退局的会员才不会吃到广告。无期的会员才没有广告吃。碰。碰。而且克洛伊就像我开台一样啊，他们都知道我在听什么了，对不对？那能做到的方法就是自摸，没关系，你们看台，你们 ghost， 我自摸。不然这个打完不打完，对不起。不是啊，我是说跑图的话，我们晚上再跑就好了。碰，我会习惯自己打完前遮好遮满的说，没有啊，今天前提是人家是新手，而且。而且通常克洛伊想要做大牌，通常啦、啊、都是门清啦、啊、看除了质疑色大事情那种东西啦，哇，佩佩叫妈妈是叫妈咪哦，怎么可爱？打麻打得开心，我也是这样想。真的不想要玩那种玩得太认真的啊，然后再打国际世界赛一样，非要搞得赌身家一样，就开心玩了。所以现在没有想要是名次，现在而是享受的飞不飞的感觉，飞人或是被飞啊，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跟你们我也很开心啊，因为当时就是把心态调整成，就心态调成说是跟你们玩啊，你们你们说怎么会打那一张啊，你这张一杯口就没了还是怎样的，这样说、啊、那就算了。看。碰。哎、欸，我的西风很大哎、欸！ドラヨン、ハネマン、哇，太棒了吧！
是昨天问呆鱼他什么班，他是跟我说明礼拜六才上班，然后睡死。嗯，那我点再跑啊，啊，到我了，不好意思，为什么其他人吃泡面？我闻到泡面的味道了。所以我只玩有人场，对啊，就跟我一样啊，我只玩有人场啊。哇，戴云不是戴云，克洛伊，你看我们，看我们，克洛伊，叫死，叫错了，你心碎了吗？不是欸，你要想一下欸。如果孩子在手上的话，你的梦会更碎耶，对不对？我是让你早点醒来耶，又不像阿贝那一次，我故意扣到真的很后面，很后面才杠下去的，他直接骂我干的。阿贝是直接骂干的那一种耶。一二三四班八千，五番，第五番是什么？哎，仪器不是一番吗？部落的话不是一番哦，一种。对啊，附肉减一番啊，啊两宝牌嘛，仪器啊，东啊，没了啊。啊，我是呆鱼，哇，呆鱼过来，那你要扮演好呆鱼的角色哦。对啊，你看我还是有在努力的记吧，不是那种只是开心乱打牌的人呢。而且那时候也是很努力在教佩佩他们，是说我跟他讲说混银色可以很夸张啊，就是混银色你可以加混老头，然后再来就是红中发财东风这样子。哎呀，回血啦，回血啦，一次ドラニ盲杆，那至少我现在学会的就是打，然后手上有四番起跳就可以直接杠合了。番茄你会吃吧？大花？欸，不是呢。你有点忘记了，往里面跑。啊，那我带。海丽姐，海丽姐。
啊，不是不是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白痴哦、喔，我给我啦。我叫有点忘记了你，你好好老实跟我说，你到底会不会跑图？哎、欸，根本没炸、欸，我们晚点再跑好了啦。那个马同学，我们晚点再跑，你只会跑劲歌。七，那个回家吧，我们晚点再跑，不然现在我也不知道跑到哪里。正导也是一点点，我感受得出来啊，因为每次你上班的时候都在跑圣。都在蹭圣岛的图，靠腰，对不起。我隔着屏幕都可以感觉到上家多崩溃，会吗？好，这边有吃到就好了。哎，炸了吗？好好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走走走，我们走。金一色、混一色、混一色两番，两番加这个四番，花花没了，哇，好爽哦、喔，爽哦、喔！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了，番茄回家了。嗯，馒头那些没差啦，那个晚点再吃呗。啊，太冲动了，太冲动了，先下线吧，没现在没空跑。没空跑啊！诺丁，他又回血啦！不行，让他下去。啊，六张哎！抱歉，刚刚两场有点意外，遇到了我们的海岛海胆时间。不是吧？我给你的牌，不是幺九牌吗？看来真的不是要幺九的，我的天啊！如果你给我一个顺子就完 W 了。
好了啦，嘉轩，谢谢你。リーチ、ドラ、ドラニ、ドラ。小鱼都没玩到、啊，我没有很喜欢口人哦，就刚刚在跑图吼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哇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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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式你就已经听了哦，哦，也是啊，看看刚刚看到你打掉一万，对啊，我觉得这牌子杀小，可是之前也是，你看我那时候也是小四喜还大四喜吧，可是就完全没有那个合牌啊。如果你真的给我一个顺的，我真的就合了。哦，你是刚好把洞都拉开拉走是不是？真的减一了，哈哈！哦，好不好意思哎、欸，可是等一下，这一场不是我，
这一场不是我口人的啊，哎、欸，不，这一场哎、欸，不是有一场不是我口人的啊，啊，这一场吧，这一场那时候是尾刀的吧，两个人同时杀了一个人嘛、啊，因为没听牌。リーチね。リーチよ。ランニャ。ツモ。好扯哦，在干嘛？トン、ラブトン、ホンイツ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チートイ、ドラニ。ハネマン。阿内芒，你怎么没？要三百加里，为什么要三百加里呢？白痴哦、喔，我在开台哎、欸，我不在教新手玩麻将。开始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呦，还是不是跟我讲话？干嘛三百加里呢？哎呀，一个人断线，如果睡着的话怎么办啊？想啥子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先。挂，专心找车，好，骑车路上小心哦。好吗，克洛伊，要小心哦。一二，我要做梦吗？不要，每次梦都醒了，做什么梦啊？白痴吗？白痴才做梦。每次要绿一色。都绿不到，不绿了，不绿了，好吗？绿色不是我今年的幸运色，绿色零。哎、欸，我有一次差点亲老头，哎，真的好后悔哦、喔。那时候就是刚好两张发财，就合了。纯正啊，这算了啦，就算了吧。四杠子。四杠子西明和锅啊，运气真好。天和地和刘局满贯，这个是小鱼帮我弄到的。好牌，哎、欸，谢谢哦。子路，我们来继续专心看。古意达成四五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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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，番薯。抢杠一次，岭上开花十七次。你看我断腰开始，还是很多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一杯口。三色同克三。我的双力值应该要更高一点，都是在被搞的，都是双力值，然后被九中九牌，对对合，三暗克，角三元，还是看这边的好了。啊，十九，哎，我那时候看好像十三吧，好像合国四五双都是因为阿贝带起来的。你搭错车了，你去哪了？你怎么可以跟别人走？你怎么可以跟别人走，女人？哎、欸，是不是其实有机会率啊？好像没有、欸。看，我
二条两张，然后碰了一个，可是不一定欸，碰吃都会改变顺序。无名早安，不会绿，对啊，好像不会绿欸。感觉八条也在别人手上啊。他搭乘的是前往西敏心中的直达车，才没有嘞。西敏心里又没有他。上班挂台。哎，呆鱼，昨天还在问你，你跟我说假日才上班的哎。结果刚刚我们海胆只吃，真的只吃了海胆跟花而已，然后就没跑了。我们晚点再来跑啦，再跑、喔。但现在没办法专心跑图。其实呆鱼昨天有说今天要上班，他跟我说，呆鱼，你总是跟他说没跟我说。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有关系？可恶！那以后我还是离呆鱼远一点好了，离番茄跟呆鱼远一点啊。哎、欸，白痴！啊、哦，我碰屁呀、啊！啊、哦、啊、哦，我气死了我！哦。为什么要碰？为什么要碰？他有说他上假日班，下一句就说他明天上班。他在哪说的？我怎么没听到？你们好扯哦！又背着我偷来。白痴。有也要看对象好吗？我对你的话就会打问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每次在撩克洛伊就是打问号问号或是点点而已。鱿鱼，鱿鱼不是带鱼油？哎、欸，也是啊。哎、欸，那多吃你对眼睛有没有保那个啊帮助啊？多吃点鱼油，对眼睛会有帮助吗？啊！我关个电风扇哦，好冷哦。好冷哦！算了，电风扇拿来吹啊，吹电哦。七，那时候跑进格，我那时候就有问你呀、啊，就问你有没有搬嘛？挺阴的，我这边在下雨啦，就只是啊，昏沉，我很蠢的啊。哦，本来下午不是说要跟诺英玩吗？诺英改跟我约礼拜一了，我是在想说他是真的不舒服，还是他真的害怕？他怕了，因为毕竟你这不是恐鬼症。毕竟这也是恐，那也是恐怖游戏。怕是怕说跟那时候玩还愿一样，我声控他，就算我跟他讲说闭着眼睛我帮你看，他也是不敢玩。因为那时候有一次我问他，你真的要确定耶？确定你敢玩耶？我再陪你玩，不要到时候又是我声控，但是你又还是很怕不敢看。
哦，后来我有去看一个，就是也是抖音上说的吧，就是你用你看看你的额头多宽，然后如果是什么三指符的话，就是其实你很适合露出额头，然后四指符的话，就是你适合就是旁分的，然后五指符就是已经是发量发线很高的，就是好好用妹妹头还是什么。喂 ，Hello，Hello， 天白，马上断线。还好我喜欢旁分四指宽，不是，今天讲是女生啊，男生的话我不知道啊，男生我现在我是四指啊，所以其实很适合旁分，可是我又很喜欢遮，我就喜欢遮额头，喜欢把额头露出来，我觉得额头不好看，所以我就遮了。叫死抓两张，我最后才听那两张的啊，又不是原本就是要听。对吧？原来是女生哦、喔、对。因为男生谁管他、啊、男生拜托。男生的话管你额头高度，主要是看你的脸型好吗？长得好看的你剪光头剪什么发型都好看。我三指宽也不爱露额头，对啊，就是爱跟不爱的问题啊，适不适合跟爱不爱一样啊，懂吗？连感情也是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适不适合那是一码的事，啊，就是看你们爱不爱啊，就是爱的痛苦啊，对不对？像你今天，就是，你很爱露额头，但你很不适合露额头的意思啊。十个秃头九个富啊。哪有啊？我就是在拉低平均值的那个、啊。一直平刘海就不想换了。对啊，真的觉得妹妹头的好看、欸。妹妹头的女生好看，赞！一个大拇指。我没秃头，你又知道？你知道我键盘上面最多的是什么？就是头发了、欸。头发真的键盘上面一大堆、欸。你开视讯给我看，也是露额头啊？没有，那时候是因为痘痘，好不好？而且头发太长了，我逼不得已就是把耳机当发箍在用。然后那时候你们看到我的痘痘也是很夸张啊，怎么会那么大颗？棒。你在努力剥蒜头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剥蒜头，加油！几个月之前，看你在隔壁群开视讯薯条的时候，你的发量看起来不像会秃头啊。哦，你又知道了，白痴哦。是可以看发型发量就可以知道他秃不秃头，是不是？你压力大，熬夜还是会造成秃头的，好吗？
场外一满场更有硬，有更硬什么？有更硬。哇！那惨了，看来我要早睡了，难怪最近头发一直掉。对啊，有够硬，你快好，自下次好好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想到马上送出嘛。什么鬼？三张北不对，猜不出来。要结束说一下，怎样你们要玩？刚刚差点两把大三元，对，打出这一张啊，好坏 ，OJ， 好啦，结束了。天败，一满确定小三元呢，又中又有发又有东，然后。混老头，混一色混老头。感谢德州牛仔果爷马同学。你还在慢慢算，不用算了啊！我单推全部，哇，不愧是低的意志，我喜欢。喂，还减一哦。这是熏鸡热狗吧？怎么吃起来有熏鸡的味道、喔？完了，过气了，没人了。还是已经满了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还有没打过？啊，你不是在上班？骗子！骗子！呆鱼在那骗。骗子！不是啊，上班跟骗不骗是两码子，我知道。可是你就好好上班哦。在日买，对啊。上班也可以打麻，我知道啊。水一下嘛，水一下，难道不能嘴吗？好凶，好严格哦。那是连嘴都不能嘴得了吗？你看，刚刚上班打麻的还有谁？小鱼，逼人家老板娘嘛，不一样。还有谁？好神奇！你给我专心上班哦，小偷。你有空打麻，没空上线跑光遇，可恶，气死！嘣。力气。我老板的儿子也不一样啊，哪里不一样？哦，对，哈马同学。砰！我现在非常懊恼，我昨天晚上看竟然睡着了，害我错过竟然。你错过什么东西？嗯。啊靠！要打错，都打错。啊！你是说真的吗？所以小鱼是你吗？你奶奶走了，啊，你没有？
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吓死我！错过某人第一次女仆直播哦，你是说鸟鸟哦？七是吗？你说那只鸟哦？你奶奶走很久，我想说在刚刚打麻的时候奶奶走了，我想说很严重哎、欸。我也知道，知道啊。懒懒贴的啊！哇，赚到一根粒子棒，赚赚赚！多赚一根粒子棒。懒懒有贴那个啊，就是鸟鸟穿女仆装的样子。我想说节哀，我说怎么说？那你没事吧？现在还好吗？我说很难过啊，老吃一次馒头，我都变人了，妈的！还我眼泪！让你们误会了哦，误会惨了哦，跟你索赔偿费。鸟鸟说他在穿女仆装玩健身环，哇！现在实况组这么难做人了吗？天啊，好辛苦哦！你看，这是个男生实况组跟女性实况组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女生穿少一点才有人看，啊，男生是要多穿一点女仆装，女装才会有人看，这样子吧。干！鸟鸟好适合穿女仆装，番茄也很适合啊。那我怎样？我怎样？来，你说。男生跟女生的需求都是要穿女装啊，也是啦，男女平等，也是。你看番茄要不要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聊天室代表什么？代表着我们的民主。你看番茄，想害我啊？你下来吧，你。你看哦，番茄问我，不是番茄问我，是舒芙蕾问我。番茄穿了啦，你看克洛也说了。砰他人更适合啊，对不对？我的脸型不好看吧？你可以戴口罩啊，你可以戴口罩啊，对不对？这没有适不适合的，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些变通的方法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们常常叫我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，我也常在说服我自己做一些事情啊。这只是看，要或不要的问题。对吧，番茄？哎，会震惊哎，不对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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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欸，还是你下次穿围裙，围裙就好了，然后用那个运动的东西。教主，你现在可以开投票啊，看大家心中他是不是？你说番茄吗？你说这位头妈头吗？啊，这容易灌票哎，不要啊，很欺负他哎。加一个 emoji 就泳装了，哎呦，番茄。请助手，干嘛？现在是钱多的要大声说话是不是？我要来用投票了。七。是啊，我对自己超级留言干嘛？提出问题。等一下啊，我在打字啊，会打就慢一点哦。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搞不好你们家那些小布都在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其实有偷看台啊。妈妈，你妈妈是谁？你妈妈有在看台吗？你是说小奈吗？我相信在场的女生都愿意借给你。你是对啊，克洛伊是做企划的，你知道吗？好难选，都没有。没有先选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要选个全都要，这个选项太难。今天全都要这个选项是建立于是他妥协的情况下才能全都要。哇，哭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给那个捷云，你知道哈记的女装都是捷云在弄的吗？泳装是女生还是男生的？这个我刚刚也是在想，哎，他比基尼吗？可是如果是包一包的那个，我会不太想看。哎，你只有一件了啊！你就是那个嘛，那个旗袍跟扇子的那一次是不是？暂停15分钟，好。龙，呆鱼，呆鱼，好，我可以让你撞，好不好？让你弄。我想说，你就算。你如果不吃的话，你就没办法糊了，不是吗？啊！我有很多 JK， 你确定不要吗？番茄？还是你要学生装？就是学生穿过的衣服，本来不穿过啊，学生服不穿过啦。哎呦喂呀、啊！我想说你前面就满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他前面牌就满出来了哎，很人很人。你想灌爆女仆哎、欸？那你
没事啊，番茄如果之后我们有出来吃饭的话，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总票数60，然后聊天室120，你看你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嘛。嗯，所谓的民主社会又是个霸凌的场面。明明有一大半我都没看过啊，你确定吗？我是想要断腰19牌子来，没办法、啊、请问是哪一种灌爆？物理上吧，对吧？我先站立一下，把容易拿下去。什么？呆鱼赔钱了是不是？谢谢呆鱼。对啊，就像说的嘛，今天看的不是你，我们是看要看的是女仆装，没错没错没错。看，哎呦喂啊！今天只是需要一个衣架。让我们看看那女巫装好不好看。完全没进度，男一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没有中礼包，我刚打喷嚏，怎么选啊？又被绑了，又被绑。哎，不是啊。抱歉，虽然很正常，但是，哈哈，哎呦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子啊？哇，你的牌太多字了吧？
然后我在那边羡慕，人家字就一直来。点开了懒懒的懒步，懒懒是什么？懒懒不是那个吗？那个，我不是说那个懒懒啊，我是说那个死神的懒懒，哭右界，左右界。懒懒是一种懒步的方式。哎呦，所以可以叫懒懒懒步吗？懒懒懒步哦，是客家懒懒沙懒啊！哇，天哪！总右界，好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可是不是这个字吧？是这个总吗？我记得他的字不是这样叫的咧，谢谢。不过还是谢谢你提醒我，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看到网络上的那种那个解说，一下有忽右界，一下有左右界，一下有总右界，我想要到底叫哪一个，然后你自己也没去查。那个渐层色很赞哦，那味道很重。还有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这个一个物理的动物的物下面的心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要酒？你要酒？你们隔壁在做梦吗？有连也呆鱼下去。那个字要用复制的，键盘没有哦，莫怪哟。感谢单推，感谢董成，感谢呆鱼，不让我按。哎，你是下班的哦？那诈请，不不不不，又一个薪水小偷。你还没下掰。下掰，你又想干什么了？你要掰什么？小鱼救我，他怪怪的。小鱼救我，这游戏好难玩。你还不玩得很开心？半夜不睡觉，他们一群人在打吗？阿鲁米，好久不见。要不要打个赌？番茄四位就女装，要不要玩更大的？不要他四位啦，有人飞好不好？有人飞就好了。番茄四位哦，他如果一直合小牌，他怎么玩？他最长断幺九跟一牌而已，哎，玩不了他啦，他跑很快耶。总兵第三声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那时候我说了嘛，那时候我是看网络上那个解说，然后最近就有一波流行，就是解说动漫的那个啊，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有人刚好介绍死神啊，那时候我又是死神，看到，漫画我全部看完了。你是不是攻击错人啊？我是要攻击他哎、欸！砰！
研八，哎、欸，下午好。哎、欸，哭啊！跟其他两家番茄就四位吧？不是啊，他怎么四位？还是番茄没有一位的话就穿，这样也不错啊。番茄四位太难了，啊，番茄自己要一位又太难了。不行啦，你害羞了，哎呀，你害羞啦，靠腰，完了，我要坚强。你听什么？这张，啊，看不出来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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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万。有机会，番茄四位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大家撑住！リーチ、ドラ、ドラ、トン。我们这群坏人，哎呦，你打的这张牌很深哦。嗯，不会吧，哈哈哈，看来我是要早点醒来啦。嗯，我想一下哦。嗯嗯，我还是醒来好了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会打一打。他想逃啦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二三有脏了，哎，看，你干啥、啊？他要逃了，你要找瓜来吃了。好，你是物理的吃还是精神上的吃？太挣扎，可是他现在心跳很快，就跟抓鬼一样。戒点，嗨，吉敏，早安。
哎呦，哎呦，你这样我怎么舍得打、啊？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难看，臭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都不要合牌，他就四位了，要不要？我们都不要合牌。真的齁，都不要合牌哦，我们都不要合。你又克雀魂了，你克了什么？no, 你有剑有叛徒，有叛徒。你太丑了哦。感觉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对决哦，赶快打一打。这是一场断腰的局。六六安安七，怎么会那么大、啊？完蛋了，利恩，救命啊，利恩！那你清一色哦。我救不了了，我救不了了，我救不了了。我怎样？哎、欸，我已经很想赶快走了、欸。哎，我怎样？女装没了，抓他庄家啦！哎呀，自翻专家。对啊，这样就两个了啊，然后再一个断腰嘛，三番了啊，可能中有一张宝牌嘛。话说把北别人有强杠了吗？把北强杠，我知道国师可以把玩八倍啊，我猜错了欸。
天白混一色还是说番茄一味就女装，帮我们来投票好了。慢干番茄要不要一味就女装？先等等，等不及了。一到四，啊，给他个机会啦。我们路男就不要，就你就不用穿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大家都爱路男啊，都对，路男就不用穿。为什么是说改就改的吗？哎，对，我们这边就是不认账的，有怎样的台主就有怎样的观众。你反正你可以帮他找啦，不管有没有没有得分呐、啊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对不对？就跟我之前跟那个说，女生不能问，问了他们就会犹豫，就会拒绝你。今天就是你只要中他女装，他就会穿了。他可能会不穿呐、啊，但是他会放在家里看一辈子，他会心心念念的说：“我真的该穿还是什么之类的吗？”下家还不能太痛、啊、教主，你只要合小牌，然后拖到流局，那番茄就一位了。没有啊，不是还是番茄四位吗？不然他不认账。反正就是，等下番茄留下来，我们打到番茄四位，他还能走吗？对不对？就这样就好了。等下番茄留下来哦，打到你四位才能走。这台有点恐怖哦。看，哎呀，你今天要开台吗？哎呦呀！我要三杠子走人了吧？干呀！停牌！你怎么还没停牌啊？你边打客人，你不该杠六旺的哈，在乱杠啊！感谢利恩，感谢夕阳，你留下哦，我们再打一局。刚刚那一局只是让你暖身暖身的啊，我们再下一局。哎，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去看衣服了吧？
你们这样子真的他太害羞了啦，可能真的有心想打算穿女仆装，但是被逼迫成这样，表示说他可能你看啊，搞不好他根本就不想穿女，搞不好他就想穿女装，但是被逼成这样子，他会觉得说都是你们逼他才穿的，他搞不好，对不对？像杰克也是逼出来的，因为杰克他本来就是很 OK 的啊。嗯，番茄没女仆装的，他有女仆装，不是没女仆装，今天只是他害羞，给他点时间呐。这种事情，反正就是要一点点时间来酝酿的。他第一次是他做什么事？第一次觉得打友人场压力那么大。不会啦，不然我们来抓鬼。来，番茄，我们等一下等你回家，我们来抓鬼。我们就来猜鬼的那个鬼的身份，好不好？三战两胜。你只要猜对鬼，给你五场机会，猜对鬼的话你就不用穿。猜对哦，你要包牌也可以啊，你要选的也可以，要不要？我都要你穿欸，天啊，就是要你穿啊，完蛋。不要哦。哎呦，害羞啦。还是你有玩钻石珍珠，还是玩宝可梦 PK 一场。杰克之前还在 NONO 玩魔物衣服染怪，衣服染怪色跑去污染小雨眼睛，被雅思丢两次火箭自杀。你宝可梦超烂，看到你的牌我有点绝望。怎样，你还有一张东的机会啊，你还有一张东的机会啊。你宝可梦烂，那你要不要穿女装？哦，这才是让你绝望吧。哇哦，阿敏，阿敏啊，珍珠阿敏。那吉飞西敏，西敏可以穿女装吗？我们这边以后有个番茄条例好了，番茄进来打的时候，好不好？阿敏撑住，八百点，阿敏。西敏是男的吗？女的啊。她是少数女人们少数女生里面啊，我可以对她不客气的欸。对不对，西敏？那你可能今天是最后看到我在友人场。哇，真的吗？原来不跟一个人玩游戏，只要跟他讲说要你穿女装，他就不跟你玩游戏了欸。天哪，我学会了。哦，你打了一场算什么？金呀！
欸，怪人放尊重哦，你不要再惹到克洛伊第二次了哦。下一次就是奔个一个礼拜了哦。虽然没有这个限制啊。女生穿女装有什么稀奇的？小雨，欸，不是没有哦。小雨其实他那时候在跟我们，那时候不是去那个吗？我们交换礼物那时候，他就穿女装啊，也不算女装啦，他是穿那个连身衣，吊带的连身衣。请您好好说话哦，对，请您注重你的言辞啊，鬼都在听。怪人在吸仇恨，没有，只要把一些事情跟泡芙说，他就完蛋了。可能说什么，怪人在欺负西米啊，泡芙他才完蛋了。啊，或是怪人对西米特别好啊，怪人完蛋了。啊，今天怪人没有对西米干嘛啊，怪人也完蛋了。反正只要跟泡芙说怪人怎样怎样，他就完蛋了。哎，干，你跑掉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直接亡，对啊，你只是想活下来，够了啦，你活到东二了，哎，啊，还敢复活啊？金敏还敢复活啊？对不对？昨天好像是要说口了谁，你还记得吗？昨天那时候说他要口谁，结果交战不爽了。哦，对，口佩佩，你再说一次啊！我只是想起之前教主你们某次直播聊天是小雨说的句，哎呦不对哦，我穿女装是很稀奇没错啦，对啊，他是真的很没错啊，是很没错啊，很稀奇没错啊。奥福在上班看不到，欸，你们要不要截这一段话给他看啊？我就怪人就喜欢作死啊，你看哦，他今天的意思是说泡芙看不到对不对，那万一泡芙看到的话咧，你自己截图好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管事 N，对啊，天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下属喽。单腰，リーチ单腰ドラにドラ。マンガン。一路，你等下是不是要糊他了啊？下一个就是你喽，喵酱，小心一路哦，他要来榨干你的血喽。他会把你的血液吸干，再慢慢吃你的皮，啃你的骨。马来西亚人不害马来西亚人，我们台湾人都在内斗，你想一下，番茄台湾人呢？我们一大堆人就要穿女服装，你再想一下呢？那想一下好吗？我们叫做自己人不害自己人。我叫做血流成河。
你真的太年轻了，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，好吗？就像西敏一样，什么意思呢？还敢复活啊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看不到克洛伊在里面 啊对，今天就是看不到啊，你看这就是对人不对事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对了这件事情，你看万一今天是克洛伊在复活的话，他可能就会路过让他复活，那今天就是看不到人复活。你好扯哦，怎么牌那么好啊？这是卡维运气很好哎，你换其他角色运气就不是，是不是就没那么好了？这张不是，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自己都没办法相信自己。就像昨天 Joko 他连看点阵都开始存在着疑心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就是我们最后猜的责任交到他手上，他就会说不确定，这很正常啦、啊、因为通常人碰到压力就会开始产生说不信任跟错觉，会自我怀疑。碰到压力，打开可乐、饼干，然后看个影片，把碰到的压力这件事就啊，在讲啥？我要看那个压力，压力大不大啊？好扯哦。我喝奶，我也要喝奶。克洛伊，我嘴巴张开了。天杯。我也很喜欢喝奶茶。提早下课 ，Hello Hello， 你好。西敏要喝，希望要喝吗？我希望我也可以喝到啦。你现在在骑车吗？你专心骑车吧。没事，人家在骑车。每次都是希望，知道欸。看吧，我就说克洛伊很可爱吧。
初见安安，你好，你好。香港很少女生骑车，然后所以说骑车都男生咯。哦，齐敏哦，在讲你啊，齐敏。拍照就算了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那克洛伊拍给我看好不好？奶茶我要看好不好？克洛伊，我要看奶茶。让西敏活下来。你要出多少？你要出多少？好了，西敏，好想哦。好扯。要入男了啦，西敏，你看你，怎么让你活下来？天哪！现在，注意，现在是东四局，我的分数都很近。不然这副牌是一个混一色，我会哭欸，会吐血。混一色，龙呀！我不用东四了，太好太好。他们流凶巴巴，你也凶欸。哇，看来迪路你不是很持久哦，白痴哦，我可以把你这名字 ban 掉吗？来，我继承西敏了，来西敏换我，你只是回到起点而已，我也回到起点了，我们回溯的技能。广告讯息删除回报。你记得可以检举名字。你说哦，那我要检举西敏了。我觉得西敏侮辱到我了。请问我糊成这样，我还可以抽吗？抽什么？你说抽打吗？你要抽什么东西？拿皮鞭抽你哦？好啊。
八六六。你要抽就抽啊，又没人可以管你。你真的要抽克洛伊也不会管你，好不好？那是你的事欸，那是你的钱，你的事好吗？克洛伊能做到就是看你一起抽这样子。对吧？讲的有道理吧？今天克洛伊能做到就是看你抽。这样子，嗯，五月中了，你听的都在宝牌里，他在羞辱你，迪路，他在羞辱你，好扯哦，迪路，我是他就不会这样羞辱你了，天哪，迪路，西敏真的太过分了。西敏以前没那么坏的啊。先不碰雀魂了，你确定呢？力气，牌怎么打？这样可以一打掉这个，打掉这两个，不要，再吃一个哦，再来一个这个哦，开开心心。我等一下可能会睡着哦，所以等一下可能五点会睡着，所以要开的话等八点吧。龙，待つかよ。待つかよ。你真的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啊。要不是刚刚放枪，番茄就有机会。穿女仆装了欸，我真的很努力想让番茄下去，但我没办法。睡着，对啊，我其实很想睡觉。怎样？你不让我睡吗？欸，大鱼几点下班？啊，哭了，变小了，这种机会不存在的啊，对啊，我连让呆鱼能开开心心看个直播都不行，看个喜欢的实况组穿女装都不行，太淡了呢，对啊，所以我说得什么？你什么时候下班？我问你什么时候下班？你说太淡了。没有流星，没有流星是确保保证有啊啊，没有的话还是会抽到啊。你看小鱼那时候也是没有流星，还是抽到角色、啊。海胆玩什么海胆玩？你说五点之后吗？
那你要海胆可以传我，我人在海胆。啊。砰。嗯。还是你叫我海胆玩再睡。你叫我补补海胆再睡是不是？不是要吃什么生蚝、鳗鱼之类的。七。海胆结束就到家了，那你要不要先飞我？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。快哦，这边有人了哦。啊，算了，晚点再飞好了。现在这边有，下午好，安安。过得来吗？我可以耶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真的是薪水小偷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怎么办？哎呀 ！FB 会堵心的广告都是洗面乳，怎么了？你是最近搜寻到什么，还是你在聊天的过程中被监听到了？你的 FB 会不会叫你穿女装？对啊，你现在去虾皮上面找个女装看看啊，看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件。真的给你女装是否怪怪的？不好意思，只有男装。
男生穿的女装吗？啊哦哦，懂了懂了啊，懂了懂了懂了。いかなる結末も受け入れましょう。懂了，番茄懂了。只有男生穿的女装。各位，谢谢番茄。啊，起立，立正，敬礼。谢谢番茄。坐下。你想买新皮衣了？女装的吗？看。男生想穿的搜寻女装大码就有了，付钱的好像都是我，我感受到了。没有，我们刚刚只是先把钱，就像你们一样嘛，把钱存在实况组的钱包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先，我是抖内你，然后你再把钱退还给我。还是有人要穿过的女装，我可以提供。欸，你要想一下呢，你今天提供的对象是谁？不是有些变态都会去跟一些女生说有没有你们穿过的，要用花钱来买还是怎样的？因为之前有些不是 coser 都会出售已经穿过的二手的衣服嘛，然后想说就是便宜出售给其他 coser。然后就常常会碰到，就是有一些变态会去买，不是要穿，而是买来那个自己闻啊，自己怎样的啊？有啊，就是有啊。然后所以才会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反正收到钱要，反正他们洗干净了要收到钱，收到钱之后他们爱干嘛就干嘛。啊，有些就是觉得就是不要啊，很忌讳。然后借的女同学不用还，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不抱我？放开呆鱼，他在挂网。你要抱去抱克洛伊，哎，克洛伊，你们家的西米想要抱呆鱼啊？现在要抱我了，好扯哦！要解任务啦，今天的任务是抱抱。我知道任务啊，拜托，我当然知道任务啊。先接到任务的第一件事情，番茄就直接张手。我在他张手之前，我就说不要，番茄，把你的手放下。就听到旁边叮一声，然后手就张开了。好扯哦。不好，就在那边让他当耶稣当一辈子。哎，对耶。我其实可以就是手张开当耶稣，然后你们不要抱我就好了，我就不用那个在墙上挂着睡觉了。番茄多爱我，没有，他只是想解任务而已，我们之间只有利益关系，就像解任务一样。你看他对我根本就没有爱啊，叫他穿女装也不要，看吧，这已经不是你情我愿了。リーチニャ。ラン。那我们之间呢？我们之间转了一大圈。
拉力帕，我们之间哦，你都知道了啊，还有要问吗？好恐怖哦，怎么都亮亮的，天哪！哎呦！啊！好啦，放生放生，放走放走。大凡安安，嗯，女装穿过一次就习惯了，还好哎、欸。我说我的意思是还好没穿过哎、欸，还好没穿过哎、欸。女装这东西存在在我的角色身上就好了。你好像串了，你就每次都喜欢走很远呐、啊。啊，明明知道走很远就会串，还一直明知故犯。明知故犯。有火嘛？啊，火又不急啊，不然就是你等一下自己再飞回来啊。不然怎么办？不然怎么办？你说啊！穿一次就有第二次了。所以这种东西就不用去尝试，对不对？就跟氪金一样。刻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哎、欸，好扯哦！季节安安，哦，哎，好啦，这是最后一场咯，开多久了、啊？两点，三小时，好了，这最后一场了，感谢各位。晚上还会再开，只是等一下去睡一下了，好困哦。慢慢。啦，可以睡觉了，对啊。蹦。スモ、僕の勝ちだね。哎呦，没有要九牌啦。要不要我带你烧？要啊，那你还牵手，手放开，呆鱼的手是我的，放开。可是等一下呆鱼说要跑图，我想说要睡觉吗？要睡觉吗？真的要睡觉吧？打掉了哦。G。
海胆可以传谁？我们这边好像还也没有诶、欸，靠腰满。有谁还在海胆吗？番茄是不是在？番茄，番拉茄。我以为你们六点要跟佩佩的、欸，没有，原本是想说我快睡着了啊。没，还是我们回家，我们重新传。看，还是你跟那个啦，还是你要跟克洛伊跑？我可以带呆鱼啊，因为剩两局了，我可以跑。干嘛？你可以回去陪克洛伊啦。看，我自己飞就可以了。他要回去了，他要回去了。那个克洛伊他回去了，我把他赶走了，好不好？我把他凶走了，我成全了你们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这什么东西？好啦，感谢各位，那我们晚上八点见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。好啦，就到这咯，大家晚安。